深渊十二层第一间推荐阵容，上半草型酒家夜兰简单一些，上半见鬼简单的，主要考虑到第二间的螃蟹，记得带个水属性的。草型酒可以草神或者九七忍战场输出，因为这两个精通高，输出的伤害高。如果夜兰是六命，当然也可以夜兰主 C。诸事成景，才解厄。此即智慧之殿堂，才与刘红。请从绝处，明草结环，鼻雷，浮虫，行随神志，眼神无痕，抓到。下半雷神、万叶、香菱、班尼特，打四个小水珠的时候，一定要聚到一起。朔风锦衣。多聚几次也要聚到一起，不然时间就有点不够。好痛！我来保护大家。御风而行，唱。见识下师傅的枪法。聚到一起了，可以一波带走。下面的三个怪一个一个打，时间也够了。往返自然，可叹落叶飘零。嗯，该总攻击了。锅巴喷火，朔风锦衣，断绝。我想了一下，应该先打这个女鱼人众。御风而行，其他两个机器人应该会过来的。你们可以试试，这是我猜的。此刻，寂灭之时，我就不重打了。微光无色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云影、夜明、朔风锦衣，开锅了，开锅了！无处遁逃。